芍药花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。今天小编分享一下关于芍药花的小知识，欢迎订阅、关注和分享。芍药花那宛如天边云霞般绚烂的花朵，总能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带来无尽的美丽与宁静。然而，想要让这绚烂之花在你家的花园或阳台上尽情绽放，就需要掌握一些科学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。 首先，我们来说说芍药花对阳光的需求。作为一种喜光的植物，芍药花对阳光的需求是非常大的。在它的生长期间，一定要让它养在充足的阳光下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它的叶片更加翠绿，花朵更加娇艳。如果你把它放在阴蔽不见阳光的地方，它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，花朵也会变得暗淡无光。 其次，我们要关注芍药花的土壤环境。芍药属于肉质根，对于土壤的要求相对较高。它需要生长在疏松、透气、肥沃、排水好的沙质土壤中。这样的土壤不仅能为它提供充足的养分，还能保证它的根系得到良好的呼吸。如果你把它种在黏重不透气的土壤中，它的根系就会受到抑制，影响整个植株的生长。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芍药花对气候的适应性。它喜欢生长在凉爽的气候中，害怕高温，因此在夏季高温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好降温措施，比如给它搭建遮阳网、喷水降温等。同时，也要保持好通风，避免它生长在闷热的环境中。当然，浇水也是芍药花养殖中不可忽视的一环。 芍药花比较的耐旱，所以地栽的芍药花不需要频繁浇水。如果有自然降水的话，基本上就能满足它的水分需求了。如果是盆栽的芍药花，那么就需要根据盆土的干湿状态来浇水了。每次浇水要把控好用量，千万不能浇水太多，以免造成积水烂根。除了浇水之外，施肥也是芍药花养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。 在上盆时，可以给它施加一些基肥，为它提供充足的养分。在叶子生长期间和花期，也要适当追肥，以保证它的生长和开花需求。在秋冬季节，可以再追施一次肥料，为它的来年生长打下良好的基础。最后，我们要注意的是修剪工作。适当的修剪不仅能促进芍药花的生长，还能预防病虫害的出现。 在生长季节要及时剪去病枝、弱枝和过密的枝条，保持植株的通风透光性。在花期结束后，也要及时剪去残花和枯叶，避免它们消耗过多的养分。以上就是关于芍药花的小知识。如果您觉得有帮助，可别忘了订阅、关注和点赞，谢谢。